天台加庆军，再来佚佗享受一下。你拢未卡生手软啊？未啊，困真饱。来，我啊，那天色会那边啊？你是咧穿回忆？你着我娶路无多，我母啊娶到你着讲你要娶路。啊！着人给我报价啦！啊，娶你家来。啊，这间庙。那不是讲这有啥物烤鸡？什么咧土油鸡？上有名的就是烤乳猪啊！你刚刚炒面来烤我？无啦，伊在北宫才做有名。啊，这哎呀，夭寿啊！啊，这都拢都庙都破去啊！这生地都死啊！连庙门都无啊，剩这两只狮啊！恁知影这庙的狮的历史无？狮也有历史哦，这只无的。无的，对不对？对。你这个看会讲，真正有讲你哪好诶？有啦，你唔知哦。讲到嘉庆军偌正经，伊嘛要甲看看西江的是怎安怎。哦，诶，这款人哦，诶。我看你小金一个，小金一个，万只棒的啦，乖啊，万只棒的啦。咱先下山，找一个所在，你这边，安尼啊，空空的，系啊，这所在未适合的，别，咱来，咱来，热来啦，吃我爱棒，热酸较棒啦。哦，这。棒球卖看啦。去看个会拍棚啊！你即马是倒茶互我啉，还是咧对我免选择？你讲的吼？啊！公主啊！哎呀，好啊！你嘛较紧嘞，阮你刚到一条山嘞。你搁伫遮？我也是，我放两滴呢。我已经足艰苦。伊绝对是去互你吐着，我甲伊讲。啊！阿母啊，阿母啊，紧来，爱输出来，爱输出来。妈妈。母啊！阿你莫回去，迄规只系我做啦。拄才才放球，放落，人甲我讲，你无礼貌，你来甲我倒水，安尼啊？阿灿，鬼头，是吧？天台加庆军，我拄才才放球，放落，人甲我讲，你无礼貌，你来甲我倒水，安尼啊？阿灿，鬼头，是吧？你拄只有讲借棒的无？无，我无甲讲。你无紧紧甲下，你紧甲下。我唔是调工的哈，我拄只唔是调工的，安尼会使未？阿娘，你去看麦啦，你去看一下啦。看下看下，你问我困呢？啊！阿娘，你两个念咒，甲念一个啦。还说，无使讲甲你话。哎，鬼啊！啊，鬼！有鬼有鬼！我来滴地头，无该回去咧拍摄。啊，你鬼哦！你真个鬼啊！咩？我别话了，这阮老母，你有影？你有较成鬼无？唔对。无啦。你何况咱两个徛做伙，都一个成鬼。你嘛鬼啦！你看你迄面条干呢？你千山老妖哦，啊边啊只小倩姥姥。哦，你阿哥，哎，阿康先啊！无聊啊你，你卖讲个算啊啦，伊都咧惊。你有看涂骹无？迄是我的人影，有无？我有人影，免了可能是鬼。对呢，你有人影。你摸我的手，是不是小小？我唔是鬼，来，公主，请问你尊姓大名？我唔知呢。嗯，你唔知你叫什么名？你住伫个倒位？我住倒我唔知呢。嗯啊，我死啊。你有亲人无？
我情人有啊，红布啊，红布啊，哎，红布啊，老爷在家了，紧，哪家？哪家在家？哪家？手莫牵条条啦，遐侪人咧看，也看出来你是我饲的小狼狗。无啦，老爷这么是讲啥？你要找少爷？对，少爷。少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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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叫什么？这家啦，你是咩？这。真的，人讲咧老牛会食幼瓜笋，你咧根本就是老白菜，咧翕幼鸡，我咧受恐怖啊啦！你这个人怎么那么缺德啊？缺德！那個、嘴巴，你死了一定舌头先烂掉啊！没人没个叫你拍听，等你啦，老爷，你嘛要问清楚事实，根本都不是阮阿娘诱拐伊，无你问恁囝啊！无啦，阿娘，我来讲啦，有鬼啦，有鬼啦！你讲出，敢那？无什么正常，无什么成功呢？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小快乐呢？哎，歹势啦，啊，都最近拢听聊聊啊，啊，都走无看迄人。啊，聊聊啊，就安尼细细念，有哪叫阿母，有哪叫阿爸，啥咧乌白叫，啊，小可咧怪怪。咱想讲，带去迄落病院，迄什么精神科，什么科拢看无效，可能煞着。我怎各地区的迄落西工拢叫来验嘛，验无效，啊嘛唔知要安怎。今仔日就是安尼透早找到即马。这村你看，敢那夹界咧，你看，唔通啦，阿囝。那你这个囝可能思念母亲过头啦，头壳起有就抓疼起来，抓疼起来。好啦，啊你咪八鬼，来，来点水提一桶来。八鬼。喂，他很紧哎。你看他都不放啊。啊，无安尼啦，咱安尼啦吼，啊，看起来恁安尼这个清差吼。可能我那是贵人啦，吼，啊啊，无安尼，来阮家奉一下茶咧，好不好？啊，全从这个姿势一直继续过来，对不？好。啊，要做这姿势哦。哎呀，较委屈嘞，较委屈嘞。啊，不。你两个话，较正卡倒卡。来，正卡大声。预备起。正卡倒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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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正卡倒卡。哎，你怎么回来？醒过来呀！加卡多卡，加卡多卡，加卡。心肝疼。即马即个气氛无啥拍扑啊！听你讲，阿娘已经了解，阿娘绝对会替你做主。你吼足辛苦的，即阵较好赚尔，闲个倒咧赚，你紧倒咧吼。嗯，等，哦，换我吼，嗯来，嗯，哦。阿娘，爱爱心讲哎，哎呀，你看，这是阿娘较有办法啦。哎呦，我当作单雷公才会发挥嘞。阿母啊，你真正有办法，你有法通治这种神经病。卡着音啦，不是神经病啦。哎呦，真是嘞，到底为什么来卡着音嘛？伊有讲给我听，从前你若爱在听啦。欠你幽魂，陈冠霖，伊有要出外，看见一个女孩要自杀，他善良，赶紧过去救伊的命。他说说话，哦，讲什么呀？对，迄个时阵开始，逐工只要过初见，迄个查某囡仔就来见伊。哎呦，因两个人伫旧生情汤干蜜甜，经过困了十几暝，只要天光加那天，迄个女子就不见，就是在昨要走迄当时。那个查某囡仔落下一条的丝巾，冠霖看到，就将那条囡仔捡起，要赶紧摕去送行医。对啊对，约啊约，经过咱律师，一间庙无看到人影，
伊赶紧入去，忽然中间看到迄个神桌顶，原来彩色神纸，神纸牌啊写的名，都是解困的迄个伊。所以安官话，看起来恁查某囝无好事。这位先生，你有哪火气啊？看。我真的蛮火气的，困着查某鬼啦！恁爸啊，你做迄句，恁爸不相信你，袂讲唔对。有啥问题？我即摆是袂安怎？我敢若生一个尔呢，单顶独处呢，啊！这叫我鬼缠着，我阿伯要叫啥阿胖豆啊？万岁！我嘛感觉足怀疑啊，为什么恁来遮尔啊好种，生到这个囝遮尔将才？你啊看，人又搁落又搁缘投，缘投啦！对啊，缘投迄鬼爱缘投遐，是啊，我就袂撞着鬼啊。对不对？比鬼较歹吼，我伫咧想，假使讲迄个查某鬼，若是爱着少爷，应该一定会过来啊！哎，过来哦！好想哦，紧个啦，赶紧叫师公来接啦！咱上车。哎，你做啦？你来接无义气啦！也唔是唔是，咱两个熟识，拢好歹人拢会使熟识，唔卖熟识鬼。但的啦，你袂用个见树不救啊！这救个鬼免我救啊！人伊想看有办法无啊？系啦，想看办法，啊是无，安尼叫师公来养。啊，你唔是讲师公无效？啊，无要安怎？你放心啊，恁家的师公无效，阮遐的师公足有效的。恁有师公？是啊，咱哪有师公？你啊！嘿，讲到尾也搁换我咧。对啊，一定是爱你啊。你顶下迄集做师公，听讲反应足好诶，收视飙高啦。所以你阴暗，你着多加等。嗯，我等加等。对啊，等鬼。来，家庭甲个人话咧，来，少爷扶出去。进来，来，甲阮冠霖扶入边。啊，冠霖若是无伫咧眠床顶的话，大哥啊，你想什么人应该伫咧眠床顶啊？嘿，我唔说我。啊，对对。对下。你实在愈来愈巧啊！嘿，恁拢总退下，大哥，你的绝招得甲晒出来，你知影无？吼。大哥，一切都拢靠你啊！天台加庆君，过电工你们怎么冲起哟？我讲，恁爸阿妈没来困，甲放我困呢，鬼恁爸都唔捌哩。人就想你耶，那唔起来看我。我的面唔敢见你的面啦，因为我的面有美容有注玻尿酸啦，规个面拢肿起来，唔敢。不要紧啦。还不要紧啦。咱拢困做伙十几工啊。咱困十几工啊。是啊。啊，要是我困到袂记哩，我唔知影困十几工，真正无看袂使哦。你也爱看，我都给你看。呀，你的面色做安怎？你唔知影我偌好，这西公娘啊！你还怎？敢不敢要变鬼？啊？唔知影你还管呢？哼！你这是什么鬼？啊，大煞鬼！你有冤，你唔着去找人，你咪找这故意人，啊？你唔知影你的关系，哎，我有穿无？
我想要聊啊！拜托你了！救人哦！真正有鬼！老爷，老爷，紧来救我！唔是啊，你唔是讲要甲打呼啊？你无看我有多大？打字，即摆八卦镜，八卦镜，有来来来来，紧来，甲照了照。看我八卦镜，嘿，听听。八卦镜，哎，小蛋呢？牙较悬呢？哎，哇！哦，那头毛啊，遮乱呐。好啦，免照啊啦，你搁啥样照镜啊？不好。哎，老爷，阿哥爸爸，我听讲吼，哎，董主教有效，董主教，董主教，叫董主教。那要六十啊块有无？伊嘛无可能，像有董主教啦。叫董主教。哎，我啦。哇，你讲啥？我董主的。啊娘喂！你也看伊迄粒镜，迄个人帮阿背过粒事的，迄董主流看面袂准，下骹迄无得确的啦。嘿啦，你唔详细看，你董主流好啦。你有哦，有来。来来来，来只棒，无啦，当遐棒，你当遐济人在看，哪放会出来？来，我过。啊，是有阿妹啦，囡仔。你别拄我要棒，你话咧，拄我够救伊咪？喂，有啊啦！来，这董主教，你为伊面甲破落来。真正董主教，董主教破落真正有效。你敢破我？啊！你的酒那甜甜。安尼无唔对，我糖尿病啊。我讲。你的面，你即马有牛拢伫遮嘛？要搁放我放无啊？对不对？回看，回惊死！进来，卖啦，卖啦，卖啦！进来，好。哦，段老爷，你用什么办法对付我？拢无路用啦！你看清楚，我是什么人？我刚看你面拢白，是咪什么人？你什么鬼啦？哎呀妈呀！我就是台湾唯一的查某囝。你害死我们家伙啊！我要告你娘！我无啦！哎呀，你找别人啦！你假的鼓动，给阮阿爹发现，阮阿爹要去报官府，伊就将阮全家伙害死。我嘛高不离三种的啊，对吧？恁老爸要报官府。啊！万不然吼，代志若别空，我去互抓去，我唔怪甲头毛出就白。啊，只好对无，我只好将恁老爸老母含你先煞，无多啊。喊我娘来！赶紧放手！哦，所有的代志总算真相大白了。啊？什么真相大白？真相大白就是我来听到会会。这就是歹人已经讲出伊的罪行啊！这所有一切拢是我设计。你设计？嗯。你含这鬼设计？伊唔是鬼，伊是人。嗯。人唔是鬼，是人啦。是啦，以前自细汉，很少呀。阮就姊妹未婚啊，伊是我的未婚妻啦。后来以前阿爹跟阿爹两个斗阵做生意，阮阿爹小贪，竟然想要杀因全家。对那叫我老爷啦，一个我的老母嘞，一个我结拜兄弟，你唔正经，既然这个代志我拢唔知。大哥啊，你莫生气啦，哪有你知影？你敢会演到这逼真？对啊。你即马好诶，是咧好啥？害我惊啊！你唔是讲你已经无尿啊？有啊，我垫几个点呢，我拢甲用伫身躯呢。他太粗，替我习惯。
真太子。呀，你这查某鬼足早就知影伊太子，啊你也知，啊你怎啊做当面我放尿，你去假，互我惊死。大哥，这一切拢是阮设计。有一天，啊你设计你拢无甲我讲，设计我甲你讲就无叫设计啊。你已经无声啊，小等下搁食火粒的。哎，你来对。你买落来哦。李建燕啊，对不对？我，你同我的对不对？你要生气，要落去，来哦。哎，我俩去抬。公主讲配面就配面咯，你较巴结嘞。有一天，我家己一个人出去游山玩水，碰到陈冠霖甲曾雨晴，因甲所有完整拢总甲我讲，但是死无对证啊，所以我唔才设计这个办法。可以倒伫咧半山顶，你去民宿去甲处理起来。啊，你嘛爱甲我通知者。大胆安迪，搁几只摆？参见太子。今晚唔免搁再参见啦。所有的事实已经对你嘴内面讲出来了，所以你分明就是害死两条人命。来人啊，将伊送官复检办。是，救人哦，阿囝哎呀！太子殿下，小太子，我应该请教一下。我阿爹叫我送去官府，会判什么罪？当然嘛是死罪啊！人讲一命赔一命。你起码是爱问讲财产登记过未？你爱问安尼，袂使问别物啊！来啊，阿落去。是。慢车的啦。阿娘，你是去介意到什么人啊？我若听你话慢车，我就想讲，唔知要搁出什么招啊？你是拦到陈冠霖，搁想到。咱想一个办法，看有通讲法律不外人情，改判看，非得一个月嘛无五十外。既然阮爷庙安尼讲嘛是有道理，法外是阮安迪，我就判你终身监禁。谢太子，安尼你赶紧坐大位啊，要完婚拜堂啊！赶紧坐车，嘿，坐车。今晚去拜啊！哎哎，阿娘啊，既然迄你个囝，你嘛甲伊坐斗阵呐？哦，安尼吼，啊，不过阿你人唔知，五月讲我咧甲伊斗无？哈哈哈！啊，是安尼吗？人大家都嘛讲，阮查囝生了，甲你甲生。来，本太子做证婚人，赶紧完婚拜堂。来，一拜天地。